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v i e Talk。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复盘与总结一下，在刚过去的一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周六，整个加密市场有了一波小幅度的上升，比特币最高突破了六万七，以太坊也是站上了三千一。不过，整个山寨币没有走出特别好的涨幅行情，尤其是 meme 赛道。那么，在上周触顶摸高之后，周末反而出现了一波下跌。虽然上周比特币现货 ETF 一直都属于正流入的一个状态，但确实整个市场的热度是真的很凉很凉。以太坊上的概。 S V 一直保持着个位数的状态，而整个链上的交易量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相对低位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Not。那么，在这个标的周六上线了币安以及 OK 等等这种主流交易所之后，那确实也是创下了一个币安 Long t w o 的收益率新低。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到现在，那么这一期的收益率甚至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二，这也能显示市场到底是有多熊。同时，整个比特币生态、铭文、符文以及比特币 NFT 也都在。 周六的时候有了一波小小的上升，尤其是狗从最低零点零零一九，也是最高回到了将近零点零零三，所以涨幅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比特币生态最近确实也是走的比较凉。l a e r Zero 也是在十八号的时候正式公布了自己女巫的一个地址，那么小伙伴也可以去查询一下。那么同时社区里也有对 l a r Zero 查询女巫的这个方法做了相关的一些分析。那么总之这一次女巫应该查出了将近七十一万个账户，然后。 后基本上很多知名的撸毛党都被举报了，所以也是蛮头疼的。那么来看一下整个 m i m e l a n d 它他又公布了全新一期的这个 s i Cland k 的项目 Mone p r t c o l 那么这个标的也算是一个游戏标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之前质押过的话，那也可以对此了解与关注。m i m e 赛道我刚才说了，在周末的时候确实走势很差，包括像 Pump.fun 也是被黑客盗了。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黑客已经向持有索拉纳一代手机或者二代手机的钱包去随机空投。 投十到三十个索拉纳，所以你可以 check 一下自己的钱包有没有获得到黑客的这个福利。同时，DJ Cat 这个标的在周末也算是一个比较牛的命标的了，也算是一只金狗。那么从十八号到现在，整个的涨幅也应该是超过了将近二十倍，所以可以看看。包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 AI 佩佩，那么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说涨幅超过一倍还要多。而且这个标的目前也是获得了 Binance Labs 孵化营的一个邀请，所以我觉得这个。 标的也可以跟大家去来做一下相关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一些主要内容，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均为个人间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关注本频道。大家点赞与关注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同时啊，VIP 群，如果你有一对一的 Web 三咨询需求，或者想要找到一个特别良好且优秀的交流社区，获取到一些有潜力的投资标的和财富密码的，那么欢迎你扫码付费加群。我们的价格是五百美金一年。所以如果你感兴趣，欢迎各位扫码付费。 整个加密市场在周末是有一波还算 OK 的回升的，比特币也是回到六万七。那么从本周初的将近六万美金涨到六万七，整个的单周内涨幅也是超过了百分之十。同时，索拉纳的涨幅也是比较凶的。我们看到索拉纳目前已经来到了一百七十五的大关，而在之前最高甚至即将突破一百八。所以确实在主流币里面，比特币跟索拉纳的反弹依然是非常强势的。但是以太坊的走势却比较拉胯了。我们看到以太。 跟比特币的汇率是好不容易突破了零点零四五，那么这个零点零四五值，这个汇率值，如果要上一次跌破，都已经可以追溯到二零二二年了，所以确实。 以太坊最近的表现是真的很不给力，而除了整个汇率以外，那么以太坊上的链上 gas 费，你看到昨天周六对吧，基本上没有一个小时的平均 gas 费是超过两位数的，这也能体现目前的市场到底是有多凉。所以以太坊在没有新的叙事，而且整个以太坊在质押赛道也没有走出来的情况之下，那确实目前还是比较尴尬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五月份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的概率应该也是不大了，因为最近。 市场的热度真的很低很低，而且对于 ETF 的这个关注度也是降到了冰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下，以太坊 ETF 在五月份通过的一个概率应该是不是很大的。 包括说整个比特币现货 ETF，我们看到这周比特币涨了差不多有百分之十，较周初的时候，但整个的一个净流入，那确实也只是那么一丢丢。虽然没有出现流出的情况，但最近的一个买盘跟之前我们看到二月、三月这个牛市时候的买盘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那每天只有大概三十币、四十币，那最高的时候都有六十币，所以这个数据量的一个缩缩减也能显示目前市场的一个凉透的一个情况，而整个交易量。 我们看到。 呃，七天交易量只有二十一币，而在去年九月份最凉的时候，那么七日内呢交易量也都有将近九币左右，所以确实目前的市场也只是比九月份最熊的时候，整个交易量翻了有一倍多，所以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能一目了然了。目前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像美股的投资者，包括一些主流的大钱和 VC，目前只是在投资比特币，而对于加密市场的这一系列标的，目前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 别感兴趣。如果我觉得这个倒无所谓，只要钱通过比特币进入了加密市场，那早晚都会流向其他的山寨币。所以我觉得大家呃就耐心等待吧。现在的时间跟 timing 还没有到。不过索拉纳的表现确实很猛，而且索拉纳链上也是偶有金狗项目出现，所以可以看看。那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Not 这个标的啊，那这个标的真的非常有趣。不仅仅上线了 b i n a n 的 l a u n c h p o o l 也上线了 OK 的 Launchpad。然后我们看到目前基本上像 Bybit 呀、啊、Coco。 啊，Gate、抹茶这些基本上能上的交易所都上了一个遍，但这个项目的收益率确实也太低了。那么，通过 OK 挖矿的小伙伴，在这一期应该算是小麻一波。基本上，我看到如果将近四万刀的成本。 大概能挖出来的是一千一百刀左右，所以这个还不错。但是如果你在币安上面挖，这个就很头疼了。币安的这一期的 launch 的收益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二不到，可谓是创下了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一个新低值。上一期的 Renzo 好歹啊、呃、也都能到一个将近百分之一，没想到这次直接就跌这么多了，所以也是真的很难受。本来以为 Mega j r o p 的这个收益率低已经是突破了大家的认知了，没想到真的是意气。 不如预期，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市场二级情况真的很差，连币安上新的这些新币都没有人去选择接盘了，那其他的一些山寨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就是 n note 目前的情况。不过我看到 Toto 老师写的这篇推文很有意思啊，用户得到了猪脚饭，对吧？团队获得了交易所大满贯，攻略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交易所获得了新用户，而且通过。 各种各样的打新用户也去获得了一些利息，然后赢了五次，那最后谁要买单呢？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所有人都赚钱的，那亏钱的百分百是散户，所以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无语的事件。那么再把目光回到整个比特币生态上面，那么在周五、周六的时候，比特币生态算是有了一波非常不错的回升。我们看到。 狗的价格从上周周初的都要跌破零点零零二了，那么现在强势即将涨破零点零零三，整个的一个涨幅也是将近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确实整个的符文铭文还有整个比特币生态最近虽然处于很凉的情况。 但通过一系列的数据，也不难看出是有庄家在这个阶段进行建仓的。所以呢，你也可以对此保持一轮关注吧。就是如果你觉得整个比特币生态在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新的叙事、新的故事，包括你觉得整个呃比特币生态还是这一轮的一些主流叙事，就是山寨币起来的时候还能封 o 那我觉得当下的一个节点确实是一个开始建仓的好的时机，不是让你在今天立刻梭哈买入，而是可以慢慢的。 去来买。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下一波，现在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么就非常的像在去年六到八月份大家打 s 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打两个月都没有人打。那么随着 s 斯上线，必然确实当初打的小伙伴应该也是获得了超过百倍的一个收益。所以市场就是这样，永远要买在无人问津时，卖在人声鼎沸处。同时把目光回到整个 Layer Zero 上面，他们也在昨天的时候正式公布了查女巫的一些结果。那么最终是有将近七十多万。 个账户被查出来了是有女巫，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推文上的这个分析，就是讲了 Learzer 他们的女巫算法，基本上，呃，判定女巫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也就是资金初始分发的时间、分发的金额是不是同一个 DEX，以及总的交互的数量，还有就是交互的行为模式是否一致。 基本上这几个点就囊括跟涵盖了工作室所有的操作方法，因为确实，如果说工作室有一百个号，那么它肯定从主号或者从交易所往那儿提现，对吧？提现到很多号里，这个时间是相对一致的，那么金额也是相对一致的。可能有的号是零点一，有的号是零点二。然后这里就是说分发的一个初始地址，接下来呢就要看交互数，因为撸毛啊，对吧？你交互的代币数量，还有说你选择的交互的路径，其实都是有相关的。 设定的，因为黑奴们只会按照老板的说法去来做，所以确实这几个 Layer Zero 搞的女巫算法还是蛮准确的。那么这里也说了，其实这个模型最终标注了二百个人，但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嘛，最后只是搞了七十万名用户。然后现在依然可以去进行一些举报，所以我个人觉得，呃，这个策略也是挺让人无语的。不过这样一来，估计 Layer Zero 也会在六月份的时候发放空投吧。也在社区中看到。 了几个撸毛大佬，例如何币啊等等，再说自己的账户被女巫了。然后也有一个小伙伴，基本上举报了中文区好几个这种撸毛的大佬。所以我个人觉得，layer zero 的这个查女巫的策略虽然没问题，但是掀起的这种举报的风潮，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可能会对于后续的整个加密市场和对于普通的撸毛用户造成更大的损伤。真的是把这个举报文化玩的明明白白。同时 m i m b l a n 也是。 是公布了自己全新一期的项目 MON，那么这个标的我看了一下，也是一个游戏项目。那么具体什么时候操作，以及说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获得超高收益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过结合上 MIM l a n 的上一期的一个收益率，基本上这个质押的收益率，呃，大概是有将近百分之五的，所以还算不错。大家可以看看。最后目光回到整个 MIM 赛道上面，刚才我也说了，整个 MIM 赛道在周五、周六的时候迎来了一波普跌，因为确实在上周的时候。 无论是佩佩还是帽子狗，都是尝试冲破了一下自己的新高，尤其是整个的佩佩，所以我觉得冲高之后的回落也是理所应当和正常的。然后 p u m f n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刚做了视频跟大家分享，没想到在周五晚上这个项目出现了前开发者把它被盗跑路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个标的我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对吧？然后这个产品在做什么，它的业务营收，它的业务模式，然后这个项目被盗以后也是很有意思，就是盗的这个。 一个黑客在随机选择索拉纳一代和二代的这个手机地址，然后给大家发空投，所以你可以 check 一下自己的钱包里有没有。我觉得如果有的话，也算是一个超大的猪脚饭了。 怎么说呢？我还是保持我上一期视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 p u m f a n 这个项目是把 meme 又给打散了。本来 meme 大家能玩的，对吧？最起码你要上到百万市值以上，那现在整个 p u m f a n 上面可能市值几 k 几十 k 就可以进行 PVP 的这种博弈。所以个人觉得这个标的或者是这个项目的出现，确实是改变了目前整个。 MEM 市场的一些格局的，但我可能觉得这种博弈真的不适合普通人。所以你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看一下前一期视频就好了。同时，在索拉纳链上，DJ Cat 这个项目依然成为了一个金狗项目，对吧？你看到目前还在持续的上涨，而且基本上从它十八号发到现在，应该涨幅将近有十几倍了。所以这算是昨天的一个金狗项目，但这种 MEM 我就很难。 再做推荐了，你可以看看，因为涨得快，跌得也快嘛。包括这个 AI 配配这个标的，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包括我们在 VIP 群中也做过抽奖。那么抽奖的时候跟最终的一个价格，甚至都呃差了有将近二十倍左右，所以这个标的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 AI 佩佩的推文，他们也是获得了 Binance Labs 这个邀孵化器的一个邀请，同时这个标的也是从五月份到现在持续往上走高的，那么是在 p o l y 杠上面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命标的了。因为说实话，整个的 Polly 杠上在这一轮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命目项目走出来，而整个的 AI 佩佩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标的了，所以还是挺猛的。包括这个项目其实目前也有在做。 一些 AI 客服机器人啊等等，基于 ChatGPT 的这些合作，包括也跟像 b i g e a t 啊这些之前做过一些空投活动。因为我最早期关注到 AI 佩佩这个标的，其实就是在那个 b i g e t Wallet 上面看到的。所以其实这个标的背后的一些背景啊，团队的一些操盘实力也应该是挺凶的。因为确实最近跟 AI 佩佩同年代的这些标的吧，比如说像。 呃，One Cat 发的 IQ 五十，以及像刀 Maker 发的 Panda 熊猫，基本上都无人问津，也没什么太多涨幅了。而 AI 配配反而还是在持续的上升。你可以看到这条线，在经历了四月份的一整个洗盘之后，那么在五月。 底的时候，整个 AI 配配又持续上升了，所以确实这样就看出来，其实装并没有走，而且你也能看到装的整个的一个实力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标的可以看看，而且确实跟 b a n a n e Labs 有了一些合作，并不是说这个项目。 因为跟 Binance Labs 的一个孵化器有合作，或者是邀请，就一定能上线币安。但这最起码能说明 AIPepe 本身的一个实力在的。所以对于这个标的可以看一看，毕竟跟它同期的标的都完全死去了，只有这个标的目前还在持续的生长。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日报的一些主要内容了。总之，说实话。 但这两天市场中也有一些热点出现，包括市场的一些呃价格呀，也有一些回升。包括 l e r z e r o 可能也即将要发放空投，但总体而言，目前整个加密市场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呃相对熊市的状态，没有什么太多的量，也没有什么全新的叙事。那么出现的一些标的、一些信息、一些资讯，那都是一些偶尔的和各个赛道的一些小小的东西，所以也不太具备有这种疯狂超额收益的一些可能跟。 潜力的，那么对于 meme token，目前依然还是最值钱，也是涨幅最大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对于别的，还是希望各位在最近一段时间保持躺平。那有一些什么新的 f o 的点和新的一些赛道，我也会给大家及时的去来做相关的一些分享。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聊的，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最后，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 VIP 付费群，欢迎各位扫码付费，价格五百美金一年。感谢大家收看，下期视频再见，谢谢。